Sembawang 湾第361座祖屋多层停车场近日遭人大肆涂鸦。一名破坏狂徒在至少停车场的十面墙上涂鸦，还在墙上留言说来抓我们啊，祝你好运等字句，向警方挑衅。有居民17日准备在停车场停车时，惊见一楼转角处墙壁遭人涂鸦，出现用蓝色喷漆涂上的骑行图案和字眼。新民日报记者走访现场时发现，涂鸦狂徒在墙壁上爆粗画鬼脸，还喷写爱我别走，这是艺术等字眼。据观察，几乎整座停车场都遭殃，以一楼、三楼、四楼最为严重。涂鸦字迹有的潦草，有的端正，相信涉案的不止一人。警方表示，17日晚上11:45接到一起恶作剧案件的通报，案件仍在调查中。受访律师表示，该案者可能违反破坏公务法令，一旦罪成，可被判罚款不超过2000元，坐牢不超过3年，外加鞭打3到8下。